回去录音呢，因为现场没有声音的，只有他在说话。那个湖边弄一下，他那个毛衣那有一个线头是怎么着？肩膀上？那个肩膀这边右这边看到吗？来，那个说两句话，我就试一下。好了。也跟直播中的粉丝们打招呼。在直播啊。叫什么 ？Hello， 直播的朋友们、观众朋友们，大家好，我是陈毅。哇，直播了。其实我最不会的就是直播。抖音。